第二集浴室之初吻。唉，自从 KK 同我表白之后，我个心真好乱。唉，我都请咗假同老婆去散心噶啦，本来好好地嘅，咁啊无啦啦做咩要出意外？咁你有危险啊嘛？不过估唔到你都几眼浅嘅。喂，嗰晚嘅事，你当冇事发生过？发生咩事啊？啊？咩事？佢喺浴室强吻我。做咩啊？我中意你啊！吓？我知道你中意大波。但我都有大支嘢，你會想試一下？